赌服输啊。主菜阿老狗，就是你判我输的。我帮你输一输好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好来，哎，give me your honor，走安呢，香肉，香肉，炒虾香肉，旺旺那个肉，要把肉啊香了就上。哦，好，哎，那哈贡啊，先来给泡一，开背哦，哎，开背，哎，谢谢啊，你看看人家功夫案吼，呀呀，可能会感觉下危险嘛，嗯，好，我要给你按了断筋，嗯。好来切，他这么建议的，哎，莫切断哦，莫切断，要不要的？哎哎，紧紧啊，因为姜是从新月哟来剪，啊，哎紧紧，呀，没会姜啊，哎用抹布，你有俩办法啦？嗯，哦，拿一张抹布贴点哈，哎，呀刀尖，嗯，动落去哈，嗯。好，你来切开来。哎，大哥来切下切下啊，然后断筋几下没建议的呀。嗯。好，然后从前给我来切过，来从你来打开来。哦，打哦，打左火怎么打开？用的香肉嘛。哦。哎，好，你啊，大哥来。哎，你要切蒜条。听啷个？哎，莫发现故事乜嘢？上辈。来动目标啊，完蛋嘞！给新月姐姐。关胎屁股嘞。胎屁股哦。嗯。哎，你这造型也不错、啊。不是胎。哎呀，都功夫真有挑。记得啦，你要独立啊，面面哦，没人懂啊，超新鲜嘞。超新鲜。哎，韩国料会叫做哪一位是黑啊？哦。叫他抬刀啊。好。嗯嗯，把刀子这样抬起来，刀尖飙起来，对不对？嗯，不要面把它夹。好，嗯，放到那地板。哎，阿哥是哎呀辣椒。切辣椒哦，嗯，一定要切肉呀，地板呀。嗯，对肉这边可是切，别下挖啦。哦，多五厘啊，你烫伤了的。就切什么都用的啦，哎，什么都要皮，要切落去就特别挑啦。好，嗯，切肉肉。这太极的时候没来嘛？哦，哎，还没来啦。好，这个也葱啊，这条葱花。葱花啊，葱花没黑哈？嗯，来咔咔 ，handle。那以上啊，你话吃东西都要看旁边啊，注意来嘛。紧葱音啊，左脑跟右脑。它都是并用，左脑告诉你的右脑。正常，你左脑、右脑并用，哎，就没正常，哎，就不行。很美啊！如果你今天正常，你就会获胜了。哦，哎，啊，好，表老黑，找个哎猪狗牛，嗯，要，拿来加点的鸦片哈。香油，香油，调油，调油，用 P A， 阿 P 唔到，阿 P 用枪太 P 唔到，哎，唔错唔错唔错，调油，干嘛？要酸吃，哦 ，P 唔到，嗯，酸吃酸吃，要偏爱呀，好，哎，米酒、香油、调油。好，你就讲用调味。哎，大哥，买好拍胡椒粉啊，加一滴滴的汤。嗯。
哦，卡片哦。哎，把腌一下。好，来两本两片。其实聊春美冻简单，哎，哈贡啊，要表现它原来的味道，哦，哈贡啊，不是吃单一的口味，可能从新月，他可能用粉丝煲，该汤没雪蛋，应该从聊出来，有许多哈贡没雪蛋有牛吧，有种雪煲，你那一道输的有点可惜，决定。来盘回家。不看哪一边呢？哎，我想说，你是怕我愤怒吗？要把空气打出来。好，你好，差不多嘞，安守的嘞。啊，你看摔成出筋呐。啊，你想做肉丸子没空用，然后把它里面的空气啊，把它摔出来。啊，要摔出来哦。哎，好，打包了来两片，安用烟盘。也出了冻简单了。我俩来烤这个乱拍，乱拍，乱拍给我呀！哎，好了，好了，来来来来来。好，按卵拍嘅加板汁落去，半粒卵拍，韩国偏粒粉，料料啲嚟做啲咧，加啲嚟卵拍啊，加咩啊？糟，贵州，哦，中医，它比较湿润，哦，它滑没好食，有点因为加水呀，好，你啊，差不多嘞，两片啦，那么三滴的拍粉，没没片的粉啊，你不要硬拍粉，那你说你要？好，滴滴手哎，好，你啊来捏起来，你啊盘做的菜啊，你盘做的菜啊，哇塞，泡泡做的嘞，该来你调，他讲该摄影师。佢可能會凍壓咯，唔會啦，哎，佢錢又賺到咧。其實停一次比賽必須嚟嗬，看冇啊，我其實唔會難事啦。我不要跳入這個坑裡面。莫寒白愛做點心的時間，換我帶那個就麻煩了。哦，說謊話，好辦法停一次哦。设局让你跳啊！好，好了，再给冰落去。用煮哦，脆，啊脆，好用蒸哈。可是俩脆唔多。我给他让他拿起来。要要，不是。嗯。要盘了莫碗肚猴啊。那拿的。哎。好。呀。脆一把，比较会变形。好，莫要紧，哎呀，夹。你只要从我这边叫的。好，你还差不多。七八分钟做得嘞，好嘞。其实啊，台风啊，该牛啊，你看嘞哈工真真熟个。哎，你来看一下哎，哈工。屁唔多。你嘟嘟好。多好呀，冻个够就好呀。嘿。好，哎，你下，添过呀。好。来灌血，来滚水啊，兄弟啊。这是大草虾，你爱浪筒诶，大草虾。好，你爱买买便宜哦，买买正贵。你还应该识到开哦，识咪开哦，有冇？
你看一盒半米啊，嗯，你看差不多三百人克，三百人克没卖便宜啦，哦，连肉没当好食，嗯，哦，连肉没当好食，莫讲莫想讲，哦，一天来活跳跳，活跳虾子最好，莫一天啦，你卖冷冻的没真好食，要技术冷冻的冻，技术冻好的，嗯，好，也好。好，摆唔到，我先食好咧。嗯。嗯，真少朋友。少。好，来，给你按。做是炒虾香肉，虾贡哦，虾子香肉，两百块上到了出出来，其实虾贡哦，不管你台妹啊、西妹啊，哎，做得许多虾贡的鲜甜，炸过来啊，用各种的哎呀猪肝肉啊，老鸡啊，包了个汤饭，哎呀，盘做的菜哦，你一定要做看看，又简单又好吃，炒虾香肉。葱诶，蒜头，辣椒诶，切幼幼诶，虾公处理好准备，添猪肝肉加葱诶，蒜头，辣椒诶，香油、调油、米酒、拍胡椒粉卤一下，再不用乱拍，片米粉搅一下，沙丁添虾公，腌掉诶片米粉添肉，放喺虾公诶摆囊方，放喺不讲准备熟，之后添蒸好诶虾公，放喺盘方淋掉诶香油，用葱丝添辣椒丝摆盘，安尼好食诶料理就做好咯。